近日，演员刘烨通过微博晒童年时的照片，称一张捐满历史尘埃的老照片毫无 PS 痕迹。这少年当时11、12岁，目光炯炯，英姿勃发，他就是刘诺一和刘妮娜的爹地。刘烨还美名其曰炫富大赛。照片中刘烨一头齐耳的头发，两眼炯炯有神，虽然面带青涩，但依然不改帅气的本色。仔细看，刘烨从小到现在几乎没怎么变，脸上除多了些成熟，眼神依旧那么迷人。刘烨的青涩帅气照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留言并转发，称太帅了。其中有网友留言调侃称，不和你玩了，小时候也这么帅，让地球人情何以堪。刘烨身材高大，浓眉大眼，有着足够的偶像外形，但 cos 历史人物也让人竖大拇指。在电影《建党伟业》中，刘烨转过身第一个镜头就令人惊艳，与青年版毛泽东如出一辙。他的表演具备不同于其他演员的个性。